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家族，欢迎收看四月十六号礼拜六的南投新闻。第三镇桂林里的柯林坪产业道路是当地农民要运送农作物的重要道路，但是这条路长期失修，造成不堪毁损，路基危空，增加民众出入的危险性。对此，关注人民前知影了后，今仔日甲桂东工务处前往会勘，同时也要求要尽紧发包时间，赶紧幸福农民一条安全好行道路。全部也对了，啊！不过你从哪里侵蚀？来对迄个好笑啊！为了解决影响民众安全的案件，就算是歹行危险的道路，南投县长林明进拢会亲身前往勘查。若是认为有马上改善的必要，管护团队嘛展现上高的行政效率。啊，甲这条路啊，登去吼，啊，咱只产业道路都无多使用啊。啊，所以今日咱的会勘了吼，啊，确实有影真正必要吼，啊，而且吼，咱只农民遮尔济来咧关心嘛，啊，所以咱县政府吼，啊，特别阁拨将近150万的经费吼，要甲这边啊这吼挑空的部分啊，拢能紧来甲修好。这位置第三镇桂林里的柯林坪产业道路，是当地重要的农产运输道路。因为路基挖坑的情形相当严重，加上剥壳嘛已经毁损，若是要尽速抢修，恐惊影响农产运输的安全。啊，真感谢馆长今仔日啊特别来到现场，啊嘛甲咱在场吼，即个乡亲吼，啊伫出入即个里面吼，承诺讲啊伫今年内嘛一定吼会来完成，啊有在地即个乡亲。有一条更加便利、啊更加安全的这个道路。另外，第三镇的沿大路是沿山里通往大湾里的重要道路。除了出入的车辆侪以外，嘛是民众运动爬山的路段之一。但嘛因为年久失修，边坡的挡土墙毁损严重，常常就出现塌方的危险景象。早暗运动的人真多，尤其这条道路，佫是通往大湾吼天梯八卦茶园的一个。哦，真重要的这个道路，啊，希望咱馆长吼，啊，今日来到现场，啊，会当尽速啊来动工，啊，让这些居民出入会当更加安全。这条经费大概要到180万的经费吼，啊，主要拢做伫这个北坎嘛吼，啊，所以啊，这个地方有需要做的，啊，经过咱吼、啊、来勘查，啊，确实必要，咱就紧吼、啊、来个。设施设吼，啊来发包，啊来个时间做好。南投县长林明进听取居民反映的意见，实际了解现场的状况了后，嘛认为整修工程必须要赶紧来做，避免造成更加大的损失。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